每一個標本都同樣重要，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背負著病人希望及早得到診斷和治療的願望。處理標本咧，我哋首先要將佢切割，放入唔同嘅膠盒，經過脫水、上蠟、切片同埋染片等多個工序。要確保整個過程咧標本核對準確咧，都係我哋工作上其中一個挑戰嚟嘅。每一日我哋都要處理大量嘅標本，如果只係用肉眼核對膠盒同埋切片嘅號碼咧，真係要好小心嘅，絕對係唔可以出錯。其實我哋不嬲都有諗過用呢個化學器。不過喺市場上好難揾到啲適合本地自然生用嘅產品。喺我設計意念咧，其實嚟自一棵樹。標本同切片就好似樹幹同樹葉，我嘅設計就係樹枝，用包覆將複雜嘅流程都串連起嚟，咁就既唔會錯又有效率。當個標本嚟到實驗室之後咧，都會有一個包覆嘅標籤出嚟。咁往後程序之中咧，無論係嗰個膠盒或者個切片咧，其實都會有一個包覆，完全有包覆互相保有嘅。所以無論去到邊一個步驟，或者有幾多張切片，只要同時標記咧，其實就知道係咪準確。經過同事不斷咁俾意見，去優化呢套系統，咁呢套系統已經成為我哋日常工作嘅重要夥伴。呢個系統係一個對於 lab 嚟講係一個 total lab production solution， 佢幫我哋 safeguard 咗所有 procedure 嘅過程，避免一啲係人為錯誤。化驗師同埋醫生放心好多，同埋信心大好多。正確無誤咁處理標本，唔係一個實驗室或者一間醫院嘅事。我希望我哋研發系統可以惠及全港所有嘅人。